去到貼下低，再推高個手升。哇！然之後呢下，我哋要擦個風升，將佢裝喺個貼嘅上高。OK， 裝完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繼續上升啦。咁我做埋個 turnover 落嚟好嗎？首先第一件事咧，將個手升推高啦 ，OK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做一個空升嘅微距下降啦，擺喺定嘅手肘度，撳落嚟，好，將重量轉曬落去嗰個手升度，呢隻手暫時唔好離開住，拉鬆佢先。跟住我哋就可以雙手除帽啦，跟住我哋裝個下降器啦，揀 normal fiction， 即係中挺嘅模特嚟啦，踩翻只腳，我哋要上升一下，跟住做個 take in 收繩，跟住做個 take off 鎖繩，好，跟住重心轉咗喺度啦，收一下，好，加 fiction。跟住我哋装个手绳，因为呢条绳咧延伸得比较犀利啲，咁所以个短流尾个距离咧，呢条度咧系之前咧嗰系两手啦，之后度三手多少少，系啦，多少少 ，OK， 三手。跟住我哋会扣翻个短流尾上去啦 ，OK。然之后呢度应该够绳可以松咗嗰、那个。下降器嘅存鎖噶啦，好，睇下出嚟啦，跟住將佢裝喺個承結下低，然後揀最強嘅 fiction， 因為咁樣我哋可以減少佢流程，等佢流得少啲，我哋就用接近啲個手升，可以容易收到收緊。好，然之後就靠呢個啦，上升。好，拆啦，系咪？如果你又系唔够手长咧，你可以打佢，停佢咯，咁佢就会近咗咯。好，跟住就解翻佢，落翻啦。